来看到这个花莲东大门夜市的摊贩，因为配合防疫暂停营业，已经超过半个月。啊，有未少生意人是五万县政府是不是会当有条件开放营业，尚无会当让人啊炸灯去食。啊，不过县政府表示，即马无法度。花莲东大门夜市啊，每五月十六休困到今，拢总392间的摊，全部拢禁止营业，差不多有70%的摊是做食的，即马完全拢无收入。希望县府至少会当用有条件的方式开放营业，可以会当像市区的店头同款，让人可以包灯去食。应该让他开店，然后客人来用餐啊，干嘛？那买回去嘛，让店家有一个生存下去的空间嘛。县府是不是可以开放外带，让那个外送业者可以进来？但是在不影响防疫权益之下，也没有开放一般的游客进来，这样还可以维持基本的生计。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，为了配合中央的防疫政策，较会有人丁群聚的所在，亲像夜市啊，都要暂停营业。目前疫情还搁伫咧三级的境界，所以无法度开放。不过已经无受租金来降低贩卖压力。在目前啊，这个防疫的这个规定以及我们的相关的这个考量之下，目前我们可能需要呢。回到二级甚至降到一级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来考量。不过有关的私底下表示，管府虽然无收租金，不过厝主也是照收。针对这点，管府表示，若照规定，夜市也是袂当有第二个厝头家阁收租金的行为。若是有接到检举，就会严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